哦，他们在蠕动。耶耶，蠕动。这是妹子吗？那《星之后裔》在 Steam 上面，然后在 Google Play、iOS， 通通都有 PC 版，之后也有专门的 PC 版。但 PC 版的话，要等到4月16号，才会上架，好吧？没关系，我们来吧。对，这种横向动作游戏就是他的专业了。哈？这是我们吗？不会吧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变成骷髅人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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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变骷髅人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们变成51区的人了。把手手放在圣杯上，我知道圣杯召唤对不对？我手我手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我一定要手点吗？好像不行，这个不能用摇杆。哦，这一定要等一下碰一下荧幕。雷恩，哦，七星刀雷恩。太好了，我可以使用雷恩的力量了。雷恩力量有个毛用？不就只会切生鱼片而已吗？哭哦，远攻不会用。不过通常有些游戏弓箭很强啊，弓箭如果平衡没做好，通常就是站在后排，然后刷刷刷，这游戏就结束了，超没有游戏体验的。虽然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啦，有时候没有游戏体验也是没有游戏体验。有两种意义上好玩，一种就是怪通通都是我的拔蜡，另外一种你被怪打成拔蜡。完了，死定了！这三个死定了。死了死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要回头就要被打死了。我的梦想是跟你们一直在一起。哇，这钱立的老高啊！再会了，小魔女，拜拜拜拜拜拜！再会了，弓箭手，拜拜拜拜！啊！你看吧，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おいて無事に帰れると思ったのか。全員生け捕りにしろ。腕の一本や二本切っても構わん。生きてさえいればよい。死よりも苦しい苦痛を味わわせてやろう。这种故事都没什么好下场。不。妹仔要爆啦！救命啊！不是旁边怎样？旁边现在怎样？我们先看两眼，等他们先聊个天。好啦，先别拉你了，你旁边站那么多大汉，先把他们解决吧。哇靠！我觉得这是不是抽卡？这个就是抽卡了吧？有一个箱子，再加有一个发光堆在旁边晃，这绝对是抽卡了。哇塞！你老师哎，这个游戏抽卡大家一起看的哦。我抽个卡，一群酒吧人都要观赏是不是？哦，全部人一起笑你，哭哦。真是香民的哦，猫还有猫跟猫头鹰，好可爱哦。这也不那么凶吧？又是天外坠落法。叮铃，水属性啊、哦，海象信使哦，纳叶拿个大锤子，武器啊，抽这个一定要用点的。哦，又有一只角色。哦，不是，是武器，对不起，剑的武器。哇，他这个剑的四星特效跟人物的四星特效好像哦，好惊恐哦。哎呦，主角一摸就出事，
什么天选虽人。我的痛苦你知道吗？伊塔米又扛进。因为刚之前那个黑锤子哥。哦，我是不是这边吃招了？哎，起来呀、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躺两个啊？我是不是快要全灭了？他这个红圈圈内有攻击判定哎，白痴哦、喔！等一下，没有道理，等一下重来一次，认真，我要认真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打？噔噔，呵呵。哎有哎，有人要入场哎！耶、yeah! 哎，有队友了！哎，我的绝招来了，我最擅长的来了！哇，这游戏你知道最适合就是找你朋友一起开黑来玩的。好，搞定，收工。毫无难度啊！快乐游戏，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的乐趣我找到了，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啊，就是选一堆人，然后站在前面把他们全部射成蜂窝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收台前最后一个星之召唤啊，这样大家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星之后裔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玩看的话啊，现在右上角 QR code 扫起来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下方资讯栏有网址连接连进去，马上就可以挑战一下，你看多快乐，找寻三个伙伴一起把对方射得跟拔蜡一样。好了，最后一个十抽，来吧。嗯，没空，不好意思。さあ、行きますよ。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かな。对啊，你看眼睛颜色就不一样了，果然是眼睛颜色有差。哦哦，四星，吓我一跳。他不会转，嗯。哎呦！果然是鹿角猎人埃里亚尔。哇，你看这么大的弓，是不是就很适合我？哦、很好，不错，好游戏，有没有？你有跟他一样的这个对猎物的这个信心跟这个执着啊，他就会过来找你了。好了，那新车就这样，大家要下载的人记得下载。那么现在还有每天28天的签到，还有像刚刚我们这个等级书，还有这个可以尝试试用配对，都可以试试看，对啊，反正试试看嘛，不亏嘛，又不用花钱，多开心，有没有？白嫖仔，哈哈。好了，各位晚安啦，拜拜。